接力初赛最后召集，女子越组4×400米接力初赛最后召集。4×400米接力决赛名单：第一线宋信义中学，第二线元朗乡中，第三线柏头，第四线优柔，第五线汤国华，第六线天水围全道，第七线魏志，第八线伊中救生会。